么呀？八门八神习惯了。不是，我昨晚给你打电话，你怎么关机了呀？没电了呗。我在那儿一直等着你来呢。等谁？你等我干嘛呀？干嘛呀？早上起来又吃枪药了，管得着吗？不是，哎，开门开门，别让我在外边站着。昨天晚上过得不错吧？想见的人都见着了吧？你昨晚上来了吗？我当然没去了，都说我要去上班了。你以为你是谁呀？我还真的为了你什么狗屁答谢会换班啊？你有事没事啊？一大早还有这闲情来我这闲聊啊？没什么事儿，这不就过来看看你吗？没事就赶紧走。啊，还有，别老拿我们家当大马路逛，想来就来，没空招呼。哎，怎么了？咱俩不就一个晚上没见吗？出什么事儿了？啊？陈浩，我就想问你，你有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喂，嗨 ，Diana。Hi Maggie，is it a good time to call？Yes, I have time. Let's talk. When are you back? Next Wednesday. You have any progress? Well, the other side did not agree on our proposal. We shall meet for next Thursday morning. Okay. Mr. Song insists on dividing the asset half and half. For now, we should collect convincing evidence as much as possible.How's it going on your side? Not very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Diana,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A marriage taken in Las Vegas, how valid is it? Well, one type is formal and legally recognized. The other type is just to experience a marriage registration. Why? Is Mr. Song...registered a marriage with someone else in Las Vegas? No. This can definitely be an advantage. No, not him. I just asked. Oh. Please wait till I get back. Okay, I will wait for you. Bye.好啊，把地址发给我。来吧，这就是我的诊所。罗班长。啊，你好。啊，这边是候诊区，你看啊，这儿所有的沙发椅子那都是按照五星级酒店的标准打造的，坐起来非常舒服。啊，哦。再往里走，往里走啊，是诊疗区，空间大，私密性高。
还真少有诊所能这么舍得浪费空间的，是吧？我看到的大多数都是石英杰和紧凑型。其实这都是集团和程浩的主意，他们从美国药股开完会以后，就直接就定调子了，觉得这种设计既舒适又有亲和力，能够有效地消除客人对牙齿护理的那种恐惧感，那非常符合我们舒克的服务理念。嗯，张医生好。你好，啊，对了，这边是上网区，网速非常快。问题是什么呀？人家那边地广人稀，对不对？有的是空间，哪像咱这儿啊？东三环寸土寸金，也就程浩所了。哼，你不是诊所老板吗？怎么还要听他的？对啊，我们俩是合伙人啊，而且有效合理的意见那必须得听啊，对吧？啊，这是会议室。他从前上学的时候倒不是这种风格的。他呀，哦，这几年变化大了去了。再往前走就是程浩的展示。没事儿，他不在，他请假了。呀，走。对面呢就是我的诊室，我主攻的专业是牙科美容，跟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李斌，随便坐。牙齿美容这个领域在美国很火。嗯，在中国也挺火的。名模 Cindy Club 不就说过吗？一个女人出门如果忘记化妆，那最有效的补救办法就是微笑。但是如果你的微笑不是惊艳，而是惊讶的话，那对不起了，只能考虑一下牙齿整容这件事儿了。所以舒克非常重视这一领域。你想在中国有多少人从小就错过了最佳矫正时机？那怎么办？我们来吧，我们通过技术帮助他们。你们的理念还是很国际化的。嗯。哎，你跟程浩是同学，也是学这专业的，你看看我们诊所有什么不足之处，尽管提出来。我一出校门就成了家庭主妇，专业早还给老师了。哎，你这不是家庭主妇，你这叫全职太太。我早就说过，女人最难攻克的一门学科，那就是全职太太。比起这些机械化的工作，有挑战多了。那我应该就是那个挑战失败的吧？我，嗨，我不是这意思。我没那么敏感。对了，嗯，你认识罗月吗？认识。别那么紧张。嗯，我们俩已经见过了。啊，那，你住的那酒店？对，我知道他在那儿工作。我不知道的是，他和你还有程浩你们认识。这事儿吧，说来话长。我们刚认识罗月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关系。他和程浩很熟吗？比熟，再熟一点吧。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是程浩跟他去的美国，给我送的邮件。所以，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吗？当然不是了。我现在对这件事情已经没那么多情绪了，自然也用不到这么严重的词。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我应该有权利知道吧。意料之外的，反正程浩完全没想到你就是宋宁宇他老婆，所以真的，如果知道的话，打死我们也不会发那些邮件去伤害你。我知道了。
那些邮件，真的对不住。这件事情里，最用不着跟我道歉的就是你。我也特别讨厌那种好像全世界都亏欠我的错觉感。我不想变成那样的怨妇。好了，诊所也看过了，谢谢你的招待，我先回去了。我送你。哎，谢谢。你回去吧。拜拜。谁啊？你怎么来了？病了？没有啊。那怎么翘班没去工作啊？你去诊所了？对啊，本来还想找老同学叙叙旧呢，没想到人不在。来来来，快请进。拖鞋呢？啊，不用不用。那个，你先坐啊，我上楼洗漱洗漱。其实我觉着我还是喜欢你以前戴眼镜的样子，看着真实。先坐，先坐。坐着呀，我给你倒水。就是有点饿了，要不然咱们找个地方去吃点东西聊聊天。估计在你家也不太方便吧。你饿了呀？那你想吃什么呀？吃什么不重要，主要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我想想啊，那我带你去一个老地方。哎，老板，别数钱了，赶紧给我们来两份。哟，耗子呀，嘿，你今儿怎么这点来了？我这都要收摊了。别啊，我们专门跑过来的。这没剩什么东西了。老板，豆腐脑和糖油饼有吗？豆腐脑啊，行行，我给你瞅瞅啊。大校花谁不记得呀？哎呀，这过去多少愣头小子在我这儿给你买豆腐脑，我这么些年了还这么漂亮，你也还是那么精神。姥姥，耗子，尝尝。你小子行啊，这么多年在我这儿吃早点就一直不变口味啊。哎，油饼都快糊了都。这么多年他经常都来啊？可不是，一礼拜最少来三回。真是念旧又专情啊。我就是懒，不愿意换地儿。倒是你，美国那大汉堡也没能改变你的口味，还是喜欢这豆腐脑。你知道人类最有效的记忆体是什么吗？脑细胞啊。是味蕾。舌头啊。所有的思乡之情都是从胃开始，从味蕾结束的。所谓故土难。Doing crazy dreaming.
下来呀，咱们今天的事儿还没聊完呢。你上去先等我一下，我换完衣服咱们就聊好吗？我先付钱啊。哎，师傅，谢谢您啊。再见啊。哎哎。不是，要不这样吧，我在这附近我溜达溜达，我在下边等你。你怎么那么别扭啊？我很快的。那要不这样吧，你可以在大堂等我，或者是我把我房卡给你，去顶层的行政酒廊等我也行。啊，不用了，还是去你房间等会儿吧。欢迎光临。哎。哎，等我一下。您好，有我快递吗？您的房间号是2210顾瑶，稍等一下。不好意思，顾小姐，暂时没有您的快递。哦，好，谢谢。走吧。我换好了，程浩。哦，好，那咱们走吧。哎呀，你衣服都湿成这样了，你把衣服脱下来，我让服务部帮你烘干一下。不用，我这里边也没湿透，我不冷。你好，客房服务。等一下啊，顾小姐您好，这是今天的矿泉水，多给您拿了两瓶，谢谢。哦，什么情况？什么都没看见就给轰出来了，你怎么那么笨呢？在这儿说吧，别出去了。你看你刚淋了雨，我刚才烧了热水，喝点热的。也行。哎，你刚才上来的时候怎么那么紧张啊？是怕看到罗月吗？没有啊。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是不是在美国的时候咱们已经见过了，在我家门口。啊！啊！那你没告诉我你和罗月的关系，我可有点伤心啊。我伤心，是因为从前无论发生任何事，程浩都会站在顾瑶这边。现在看来，事件真的会改变一切。坐下说吧。顾瑶，你听我说啊，这件事我参与进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对方是你。等我到了美国以后，你从那个屋子里出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当时就懵了。我知道。我知道我说这些话你一定不爱听，但是我还是得为罗月说句话。他真的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宋宁宇他已经结婚了，所以你们俩都是受害者，你们俩都是无辜的。看来你还真的挺在意他的，他自己都没急着辩解什么，你倒显得有些激动。我，你们俩见过了？见过。也是，
你都特意住到这酒店来了，能没见过吗？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别难为他，好吗？程浩，说到底我才是婚姻里面那个被伤害和背叛的妻子。我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心的，毕竟是他介入了我的婚姻，不是吗？这种立场下，你当着我的面你这么维护他，你真就那么不在意我是不是受伤吗？你采取了他们那样，就说客房服务，问他有没有什么衣服要洗。好，明白。哎，看清楚点。你好，客房服务，顾小姐，你有没有要洗的衣服？我帮您去。不好意思，没有。麻烦您别再来敲门了，好吗？哦。刘经理，我看见了，里面还有一个男的在沙发上坐着呢。哎，您认识里面这两位客人呢？少打听。我觉得他俩没什么事儿，我看衣服穿的可整齐了。想什么呢你？去忙吧。哦。那个，刚才那话我就没过脑子，你别在意啊。没过脑子的话才是心里话，对吧？那封邮件是我自作主张发出去了，罗烨并没有同意，所以这件事儿严格来讲，我应该向你道个歉。我现在真不想再听到道歉的话了，我这段时间听的已经够多的了。从前上学的时候，多骄傲一个人呐，总觉得全世界都得围着我转。这才几年时间，就变成全世界都在跟我道歉，好像谁都能伤害我一样。你别这么想，你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告诉我，我一定不会推脱的。其实我现在已经很能理智地去处理这些问题了，所以我这次回来不是来为难罗月的。但是可笑的是，现在能帮我的似乎也只有他了。我甚至还要去央求他。可是以他的性格脾气，他不会答应帮你的。你当然比我更了解他了。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他到底好在哪儿，能让宋宁宇这么为他神魂颠倒，让你这么为他百般辩解的？不是，我不是怪他，我就是突然觉得自己这么孤立无援的，好像全世界都抛弃了我一样。可是我又做错了什么呢？我为什么要遭到老天这样的对待呢？不是，桂雅，你别哭嘛。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能帮上你什么？你说我都帮你。你能帮上我，但就怕你不愿意帮。什么事儿啊？你说。在罗月看来，我这次回来一定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兴师问罪，来责难他的，所以他内心会对我有抵触。不过你对他说的话应该会比我管用的多吧。我下周三回美国，如果你可怜我，就伸伸手帮我一把，就当做你最后一次帮我。一块儿吃个饭呗，减肥。那我吃，你看着。是不是吃什么随便我点？多贵都行，地儿你选。哎，那去哪儿啊？
多。请慢用。首先啊，就位在比利时那封投诉信害得你狼狈回国，这是这所有事儿的起点，对不住。再就是在飞机上，我就不应该刻意的惹你生气，让你被迫升舱。不被迫升舱，你也不会认识那个宋宁宇。不认识他，现在所有的事儿都不存在。所以，这么一算，也不知道你遇上他倒霉，还是遇上我更倒霉。你终于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以前呢，我总是开玩笑似的跟你道歉，这次不是，我绝对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想对你说声对不起，希望你能接受。我要是不接受呢？咱们俩能老死不相往来吗？不是。行了，算我接受你的道歉。说说你今天来的真实目的的吧。